报告地面，皇家先遣队已离开大气层，正前往正往目标航行。很好，实行 A 计划。机组收到，各小队注意，实行 A 计划。收到。陛下请放心，先遣队已经进入常规巡航，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报告地面，已到达预定地点。各单位注意，发现敌军，执行 B 计划。收到，迎敌。第三次突击失败，未能突破月球结界。终于到火锅镇了。哎，火锅镇里面一定有好多好吃的火锅。没长眼睛啊，快闪开。明明是你撞的我，没礼貌。别管我，你们别管我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快闪开，你们挡我的路了，没看到我很生气吗？可是你的表情不像是生气呀。看到没有，我很生气。难道他脑子有问题？你才脑子有问题，统统给我滚开。他们这都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火锅镇的蚂蚁怎么变得奇奇怪怪的。一定有古怪。别纠结了，火匆匆，快带我们去看火锅镇有名的大火锅吧。对呀，大家跟我走吧。哇，大火锅我来喽。哇，这么大一颗火锅，够我吃一整年。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？原来是美食啊。美食？哇，真的耶，太棒了，这里是美食天堂啊。哇，这个我也。这就是火锅镇的特点，天降美食。好香啊。是女魔王，他怎么笑个不停啊？好想哭，停不下来了。肚子好疼。两位老大，你们冷静点，来人呀，帮帮忙。他们怎么了？这是唱的哪出戏呀？小小，别管他们了，满地都是食物，你不心动吗？不能吃，不能吃，吃了以后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了。我刚好最近闹肚子，不想吃东西，才躲过一劫的。什么？难道说食物有问题？没错，一直以来，只要这口大火锅运转，就会有无数的美食从天而降。但是前些天突然来了一名叫丑念念的蚂蚁，污染了火锅的汤料。又是丑念念在捣乱。从那以后，降下来的食物就出问题了。许多居民吃下后变得情绪失常，而且极其无理。剩下的居民只能靠存下的粮食度日了。可一旦存粮吃完，这个丑念念太可恶了。老爷爷，难道就没有办法净化被污染的火锅吗？只有丑念念手上才有破解的方法。只能看不能吃，太折磨人了。我有办法，不过土豆豆，你要把自己的零食全交出来。什么？我们可以这样，然后这样，丑念念就会……那好吧。美味的食物，吃吧吃吧，这是你们的报应。
好饿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豆豆豆，快把你的食物扔出去。可是，哎，我来帮你。啊，我的零食。又有一只蚂蚁忍受不住了。好吃啊，好吃。全吃光了，竟然一点都不留给我。你好，臭，是臭念念，救命啊！他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还这么有礼貌？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是你们？我们已经净化了被污染的火锅。不可能，我才不相信。我得回去瞧一瞧。金彤彤，咱们快跟着他。芝麻开门。净化剂还在这儿。五星蚂蚁肯定是虚张声势。不过居民吃下食物竟然没事，我得好好调查一下。芝麻关门。净化火锅的关键果然藏在这里，这下火锅镇有救了。火锅明明没有被动过手脚，他们果然是虚张声势。哈哈哈，多亏你刚才带路，这个我们已经拿到了。可恶的五星蚂蚁竟然敢耍我。火匆匆，快把净化剂倒进火锅里。等等，干嘛呀？看那是什么？灵蛇缠绕。你们真笨啊！臭念念你，看来留着它不太保险了，还是喝掉省事儿。不能喝，没了净化剂，那我的老大们怎么办？哼，你老大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现在没了净化剂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？别高兴得太早，真正的净化剂在这儿呢。什么？早知道你会来抢，所以我们提前换掉了瓶子。你喝下的是被污染的火锅汤料。哼，这只怪你多行不义，这就叫自作自受。气死我了！我。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肚子绞得好痛啊。哇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终于恢复原来的样子了。我们把火锅镇恢复正常了，做得好，吃火塔的重燃指日可待。五星蚂蚁为希望出发。土豆豆，你在干嘛呀？要出发了。哎呀，这些是被污染过的食物呀。放心，我有净化剂呢。快跑啊！快点动车！
好险啊！哦，实在抱歉，你们没事吧？你拿木桶压路吗？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里面装的是火锅调料。火锅调料？嗯啊！哇，原来这里也有一个大火锅呀！嗯，一直以来，火锅镇南区的蚂蚁依靠火锅调料进行灌溉，就能长出各种各样的食物。不过，自从赤火塔熄灭后，火锅就失去了能源供应，停止了运转。那这桶调料是存货吗？这是新生产的，多亏了仇念念，他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火种源，现在火锅又能运作了。不可能，仇念念专干坏事，不可能会帮你们。胡说，他可是好蚂蚁，要不是他，我们早就没有调料浇地了。太好了，美食田园终于恢复正常了。哇，太神奇了，好多美食啊。又有火种源，太好了，我正愁飞电赛车能源不够呢。这宝贝一定要搞到手。我只对好吃的感兴趣。就是好吃。我们的目标是火种源，跟上。好香啊，我好想吃啊。随便品尝，不用客气。这个太好了，快放手！滚开，碍事的家伙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吃下长出的食物后，突然变得十分暴躁，就打起来了。难道是汤料有问题？哼，我就知道仇念念没安好心。这怎么办呢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他们想偷走火种源。不好，被发现了。你继续，天旋雷破。小心！可恶！哈！方小小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方小小呢？好香的糖葫芦！看我的！天旋雷破！怎么回事？火丛丛，你怎么样？好可怕，先给我们吃。别啊！刚才是谁电的我？是他。火丛丛，干得好！关键时刻当然得靠我啦！火丛丛变得很暴躁的样子，都怪这破火锅，把我辣翻天了，干脆砸掉算了。火丛丛，不能这么做！不好了，快阻止他！我要把这全烧掉！万灵水炮！火丛丛要克制自己，看来只有水灵灵能镇住他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要想办法修复火锅。我们找博士吧。只要翻查大火锅的历史记载，找到了。想要净化大火锅并提供充足的能源，必须用赤火类。
赤火泪是啥？好吃吗？赤火泪是赤火凤的眼泪凝结而成的结晶，非常罕见，恐怕不是这么容易能找到的。嗯，我想起来了，火锅镇住着一位赤火塔的看守人，他的房子上就镶着一颗赤火泪。我们去看看。喂，你们赶快跟上。你让我喘口气啊。根据老爷爷说的，这里应该就是看守人住过的小屋了。你们果然来了，不过可惜呀，赤火泪已经在我手上了。那就赶快交出来，烈焰喷射。嘿，火兔兔，你小心点，别把房子烧了。你们全退下，别碍我的事。又怎样？不管这些了，大家先把赤火泪抢回来吧。火葱葱，你差点烧到我了！闪开，闪开！谁挡着我，我就烧谁！火葱葱，你太晚来了。灵蛇吐信。可恶！可恶！快停下！这样下去你也逃不掉的。占据上风了，这样下去会两败俱伤。我记得博士说过，五行之中水能克火。水灵灵，看来只有你能控制住火葱葱了。那我试试吧。下去火葱葱会把自己烧成灰的。正面对抗行不通，或许可以借势而为，怎么样？我明白了。混灵水泡，火葱葱火球攻击。赤火凤，我这次干得不错吧？五行蚂蚁为和平出发！